正妹来临，走红绝非浪得虚名。现在很多人在网络上都已经看到，哎呦，正，我这个都是修图修出来的，哇塞，怎么那么巧？这个图我不信哎，你在哪买？可以买到这样子，转一下。哇塞，这才叫短裤，是太短，龙虾妹，她是你虾的意思还是？格斗馆的馆长啊。你是馆长的第一对手，但我会打拳击。你会不会打我们，然后自己手断掉，叫我们赔不起？对啊，所以你是想要被他打打看？没有，怎么可能是我？一定是张立东啊！不用啊，不用要他干嘛的？对啊，是这么仙气，对啊，一个，那如果全力吗？用力啊！哦，不行。开心了，立栋。说穿了，这个在国光久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封号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对。像你的森达就是冷王，哦，那是，实至名归。像你的，像我就是丑王，哎，甚至还有自己的主题曲。哎呦，那像翔哥呢？所以大家知道了，是隔壁小王，隔壁不是小王，是内裤王，不乱讲，没有一个好下场，真的是内裤王，发扬光大，是这个封号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正妹也有自己的封号，自己带自己封号来了嘛？今天的主题就是封号正妹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专属美眉。哎呀，你客气了，你撩妹王，对，冠军呢？是，打电话求助呀，你这老王，最老的对，是老王哈。不过这个封号是这样啊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在网络上都有一个封号，哎呦，红哥机车王。机车王，啊，你有含义吗？有的，我们有代言吗？应该要重机王，重机王，机车王，感觉有双关，对，感觉有点像骂人的感觉，对，重机王，对，重机王，然后你是据点王。哎呀，是不是？那康哥自己是大头王，哎，哇，波拉山寨大王，怎么样讲？好，是第一位，哎，来，康哥，哎呦，正。哇，正，我这个是修图修出来的，哇塞，怎么那么巧？哦 ，no， 本公司不请修图人哦。哎呦，是因为他太巧了，杆子没有斜掉哦。美抠王，美看壁，这个壁掏的，没有，我做美看壁赞，欧露赞，这个不知道做多少深蹲。做了多少桥式才可以弄成这样？说不定是天生的也有可能啊。天生的，做天生的比较难吧？天生的，他上辈子大善人。是哦。我跟你讲，多少女生哦，想要这种臀型，最起码要练一年。尤其是亚洲女性，比较难啊，基因没有那一块。对啊。对，来，欢迎雨洁，欢迎雨洁。哎呀，哎呦。哇塞！就是哇，这个裤子不行，裤子在哪买？可以买到这样的裤子？想要这条内裤，这根本是内裤啊！牛仔短裤，这是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，这是你自己剪的还是买的？这是买的，网络买的，应该大概120吧。因为以布料来讲，大概120就够了，很省布料。没有这种还比较贵，是比较贵。OK， 贵在哪里？贵，你再可以让我看一下细节，你转一下。哇塞，真的！红哥头发超全。为了这一集啊，头发还特别 set 到。那这样啊，这一集我们就这样采访。请问一下，您什么星座的？我是狮子座的。请问你现在在做的是？我现在在做模特，外拍模特吗？对，外拍模特。他这张照片其实他只要拍你的臀型，但是造成网络上这个大家这个一阵轰动，是吗？对啊，就是因为臀型就是比较突出。非不是比较，是非常3D 的照片。那你这个臀型很美，造成大家轰动，对你的工作有没有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收获？有哎，很多摄影师就是有慕名来拍这样，就专拍臀型。对，然后应该说一般拍照，只是就是一定会说，哎，我可以 check 一下吗？这样子。那他们会要求说，因为要拍你整个臀型的关系，会叫你穿短一点这样吗？对，会，或者送短裤啦。哦，你送短裤，这个是非常好送的短裤啊，不是，这才叫短裤，是这超短，是必须重新定义短裤。对，那必须要问一下，您的三围是？34C。
然后32、23腰，我吓死我，32腰，跟我差不多，34臀，哦，34臀，太厉害了，超也是。那你这个这种臀型，嗯，会不会被同行的模特嫉妒、羡慕、攻击？会，他们会就是。其实那个我也不认识是谁，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面，然后也没有讲过话，但他就是都说啊，这个是修的啊什么的。对啊，就像刚刚你一出来，我们这边有个老王，他说哎，这个修图，见不得人家好，没有这么优秀，没有见过世面，或者有人甚至就说哎。你是不是因为去打了什么整形了才变这样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以前啊，以前在台湾来讲比较不太在乎女生的臀型，对，但是这几年已经开始在乎，对，那因为你，大家更在乎是吗？会，身边的一些男生朋友就是。平常可能就是先看女生的胸部，然后后来就是看我的照片之后，都会先看臀部。对，那请问一下，你走在路上都这样走？也没有，一般走。对啊，打招呼都跟他的臀型打招呼。是也没有这么走秀。请问一下，你的臀型可以摆杯子吗？哎，不是，你就是说一个身材好的女生，像你们这种做爸爸，对于女儿身材很好。通常都是最希望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，对不对？也不会最希望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了，但是就是怕他穿成这个样子。哎呦，对，真的梦啊！如果穿着一个没有他穿这样上国王帮忙，你怎么办？不行，你也穿嘛！不要说上节目了，你走在街上，我穿这样会掉出来。对啊，会掉出来的。真的啦，穿像照片那样子的，当然非常 OK 啊。对，照片这样可以。对啊，这样会感到骄傲啦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担心了啦。真的，那你父亲也是对你的身材觉得很骄傲？就是一开始做这个模特的时候，家人其实是有一点反对的。是。对，因为民风的部分。对。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有看到我的照片，然后都还蛮有质感的话，然后后来家人就蛮支持。对啊、然后爸爸就会说：“哎，可以传到群组上面，大家看一下你最近拍了什么。”什么群组？就是我们家里的群组，老司机群组。喂，家里很正常。但是你还是没有勇气穿这样子在你爸面前吧？不会，不行，不是这怎么？这是要要钱的，发，对不对？是不会。而且你这个臀型确实厉害，可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臀型，这个不练几年是不可能的。那你是天生的吗？或者说你母亲也是这种臀型吗？哇，那爸爸开心死了。还是说你有特别的自我训练的方法？没有哎，没，其实没有哇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固定健身，没有特别健身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创一个记录。以前我们叫女孩子跳都正面，你反面跳一下给我们看，预备跳。哇，我变臀哎 ，Oh my god！ 而且你好放得开哈，真厉害，非常摇摆。他很有自信，很有自信，大方啊，大方。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做胶原蛋白？刚看到没？胶原蛋白爆发，哇，好厉害哦！胶原蛋白的仓库，对，弹性十足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怎么可能？通常都会男生会吃醋这样子。就有这种臀会吃醋，就是怎么可能？就是工作拍摄这样，工作拍摄对，所以说男生其实都会蛮吃醋的。然后就没有人敢追我。你是现在没有男朋友吗？对，现在以前有吗？以前有。哎，不吓到。也还好。哎呦，这个臀型，我的老天爷啊！太多了，这么夸张吗？你那个男朋友分手是因为你这个臀型吗？不是，不是受不了。对啊，不是。不是嘛？受不了，吃不消，那罩不住。对啊，是。哎，我退位。那 OK， 那你今天要跟我们自创提臀法示范，是不是？来，请示怎么提臀？对啊，怎么自动自创的提臀？来，就是左右的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平常都这样做，就是你这个是情趣吧？缩前面，然后提后面。哦，缩前面，跳后面哦。这个的来搭配这个音乐，侧面的这个，那节奏也要。可以。天哪，哇，那。男朋友打开门看到这个，谁受得了？男朋友会提。对，男朋友打开门，然后他正好在放音乐在练。没有，应该这样。
有男朋友的时候，在练臀常常中断。没有没有，你站起来！好了，把衣服穿起来。OK， 好了，那这个小弟要跟你 PK 了。好，在臀方面来讲，我们这里屁股最大的谁？屁股最大的是杨振达。杨振达应该是，但是摇一下，我的抖动力很强。PK 啦，计时三十秒开始。哦，三十秒，这个。哇，是是是，好，先把这个，森达加油，森达。真的，左右是不是比较不会？真的，如果左右不会，改前后也 OK 的。真的，我们想真打，但都没有在看到。对，真的加油！真的，我自己避，真的自己避。真的，你怎么掉出一个裤子掉出什么东西？梳子。哦，好酸。真的，看着对方摇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哎，每动一下都。哦，两万下啊！真的，114，哎呦，你赢了，114，赢了，他111，是不是？哦，可是他女生哎，对啊，是，其实很厉害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我们有空一起练习，好，对啊，这种东西越先说越强，就怎么这样？这个如果叫屈哥的话，这五下，你不会，我还负担太重，你是向前的，你是左右的，你向前应该。可以的，向前。所以你示范一下向前。不会，你还好吗？起码，好啊，好啊。那不能播了。老狗，只能讲是老狗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哎，厉害厉害。第二位，瞬间出汗。哟。哎，哦，气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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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音乐家，音乐学音乐，而且他还穿白色，已经萨克斯风还白色，然后整个银色的萨克斯风这样子，角度那个配合起来，角度哦，真像当萨克斯风。OK， 来，我们欢迎 Wendy， 欢迎 Wendy。哇，气质气质，哇哇，有年轻来的，你好 ，Wendy， 你好，我是 Wendy， 仙女来着。哎，哇！你的眼睛根本就是一只猫啊，勾魂啊，哎，迷人。哦，请问一下，您的三围是？三十一、二十五、三十五。哇哦！三十一对吹萨克斯风来讲是不是方便一点？对，后面够不到，就嘴巴不到。没他，其实他平常不用挂带，架在上面，架在上面，好不好？不要乱架。您是乐手？是。请问一下，练萨克斯风练多久？我萨克斯风练四年，台湾萨克斯风做的非常有名，嗯，这个在有一家台中那个风在风月那边，对啊，后里那边，后里后里后里，可是中哎呦，没出外景都忘了哦，真的忘了。可是我到台中那一带，我们都去采访，对的，都有去过。那 OK， 那现在其实跟以前不一样，我们讲到萨克斯风就想到什么军乐队啦，西收米啦，哦，然后这个什么古号乐队。那现在吹萨克斯风的也已经少了，女生应该更少吧？因为台湾吹萨克斯风是男生居多，嗯，然后我是女生吹萨克斯，所以可能是物以稀为贵的关系吧。也不是，那是物以稀为贵，也要这个人漂亮啊，嗯，对不对？你说这张立东吹，他吹到死我们也不会看他，是不是？不是你这张照片爆红之后，一个月可以接50场表演。哇塞！就是在旺季，可能尾牙季春酒那个期间，是你个人表演吗？对，个人一天可以接两场，个人一天等于是差不多两场啊。哇！那婚礼会吗？婚礼也有接，是不是？好厉害，一个月50场。他平常聚会会接吗？就是私人聚会是什么？我们大家聚餐，哎，我们大家聚餐，他突然吹萨克斯风。哇，真的，可以啊，那很怪哦。我们在这搞多久？太怪了吧！不过你接触才一个礼拜，你就可以吹完整的歌曲，就表示说你是有天分吗？还是说你本来就对萨克斯风有兴趣？我是从小学钢琴，然后大学的时候主修双簧管，双簧管也是管乐，也是吹簧，不管乐器。是双簧，我叫双簧管，哎，你我把你弄在吹的，那个所谓黑管你也会，黑管是单簧管，单簧管哦，双簧管，双，所以这个萨克斯风是算双簧管，它是隔单簧，这是就是萨克斯风，它是高音萨克斯风吗？这是中音萨克斯，中音，我们不要讨论音乐啊，没有一个对，没有一个对，对啊。你要放谁？请教我们就问。我们有什么资格讨论？我们是请教。不过吹萨克斯，你都吹什么样曲风？
流行歌曲居多。一般拉萨克斯风吹出来是很有。萨克斯风是什么？萨克斯风紧张，因为不太懂这个乐器，不是吹出来都感觉是非常有气质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跟你讲，情调。怎么会讲到 Kenny G？ 我的老天爷，你好流行哦 ，Kenny G。不过萨克斯我们以前听都是听 Jazz。对 ，Jazz。我跟你讲，萨克斯风吹 Jazz， 我跟你讲不得了啊，非常有味道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这个老师也在弹萨克斯风，但是有落差哦。那也是弹老师。你接下来你的配乐惨了。以前弹钢琴，那我们知道吹萨克斯风肺活量很重要。嗯，那很会。肺活量跟上尾有相对的关系。完全没关系。哎，不是，有一些什么黑人歌手唱歌，他们。对啊，这边身体都是厚的，厚啊，尤其肺活量饱满，你的肺活量胸腔更厉害吧？我们是腹式呼吸，所以气是吸到肚子。我听说哦，吹这个萨克斯风的人哦，那个吹的时候眼压会变高，就是那个吹的那个压力，脑会胀啊。对，没有像那个玩具哦，不，眼球往外凸。然后这里是不是会变得比较那个？吹的时候应该是鼓起来，目前是还好。有些男生就不是这里，嗯，可能小喇叭比较多，小喇叭对对，小喇叭更那个，对，小喇叭比较多。因为我上次在那个路边看那个街头艺人，他是失明的，可是他吹那个萨克斯风，我就跟他聊天，他就说，如果你连续吹一两个小时，那个眼睛眼压会受不了。耳压就是耳压会，对，因为我们如果像我们前肢减压，你这样持续要。哦，也会类似，哦，那个类似的感觉，因为你们这个吹萨克斯风好像是对身体很好的，对，因为心肺非常厉害，对，因为会提升那个含氧量，含氧量，而且他的那个身材也很好，是，对啊，要不要来比一个翘臀的那个？不用不用，那要帮他绑那个颈部，不是，你看他侧面嘛，我来看一下，你看侧面，看什么？有没有输啊？是，没有输，可以这样的，对，真的，我会观察，他专长是翘胸。来，第一个叫，头胸，不过说真的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就要去尝试知道一下你的那个肺活量，一定要拉长音。哦，那在我们这里面呢，拉长音，就是出片最多的那个。哎，啊，唱歌手，这个会骗的，当然跟你比啦，请就位。哎，这样会不会太欺负人家？不会。你就不会这样欺负你吧？我说人家就指着是我自己。预备，开始。这么小声的，被节省了。但这一段收视率让我非常担心。好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真的吗？19秒，就才19秒而已。你才19秒，你凭什么出那么多唱片啊？我们唱的是欢乐的歌，跟拉长音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关系的。他唱片是用接的，没用接的，真的唱。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位吗？舞台剧也是富士丑。哎呦，对对的，富士影帝，没有那么好赚钱的，来来来。哎，输了扣钱啊！输了剃光头。预备，人家第二花嘞。预备，开始。我也是开了一个眼界，就是拉长音比赛会有老痰的声音。哎，你让人家笑出来了。战术运用成功，是是是，神卡对不对？都快十秒了，哦，18秒，都还 OK， 差一秒我还 OK， 18秒，那我刚19秒也还 OK 嘛 ？OK， 那你个人可以几秒？你觉得？没有试过，试试看，来来来来，我先不用，你用完了，你18秒，会不会世界纪录就是现在？预备，起。阿翔，你还在比是吧？哎，阿翔，17秒，那对吗？那19秒很了不起啊！你适合跟别人比赛啊，他不适合跟自己一个人就爆了，对，因为没有那个动力，重点是很尴尬，而且全部人眼睛在看他，你可以对，而且刚那17秒，观众朋友以为就是幻想，一直拍一直拍，而且大家都不看他的脸，
对，你们这些坏蛋，有有啊有啊。那你刚看哪？看他喉咙哪里？看他喉咙，你不是持续的发出声音？我是看他肚子，因为他腹腔呼吸。哦，会看会看。不，说真的，就是说你这样漂亮上去吹萨克斯风，会不会人家以为你是放 CD 对准的？会啊。那怎么办？曾经就是有在台上表演，表演到一半就是有一位宾客上来说，你是不是对准你假吹这样？对，假吹，请那个伴奏停掉，我自己吹。结果呢？你就现场，所以他就吹，现场吹给他。那我不要。我不吹。被抓。那他这样没抓到，他不是很尴尬？他很尴尬。对，就是那个主家觉得很对我很失礼，所以就把他请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人家表演的好好的，你上去怀疑人家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砸场，气氛很僵，真的，不是就有些人就很自以为，讨厌，对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是不是现场来对个，不是不对，先对个嘴，对一段唱歌，不是吹一下，吹现吹，现吹，演奏一下，请问一下，为我们带来的第一个表演是什么呢？顽皮豹，顽皮豹，顽皮豹，这么顽皮，预备，顽皮豹，请开始。哦，还有律动的。想吹这个，大家会不会笑？而且他刚吹这个，我们小时候不是常常看顽皮豹，你就会有个声音出来，啾啾啾啾，他每次都啾啾啾啾。OK， 我有画面。对，那请问一下，你还要吹我们的国光片头曲，你会唱？哎呦啊！哎，那需要有人跳吗？你们可以帮我伴舞吗？伴舞，我们最会了。我们开头片头那个。哦，来，不怕破坏吗？你们站两边，然后你在中间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来预备，请开始。又到我们最开心的国光时节了，可以了。今天的主题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中年咖，哇，不错，质感整个提升呢。加入开场团队了嘛？你们两个不容易，还有美女关心你们的开场，真的耶。你干脆你开场不够强，干脆你以后就直接来我们节目这样开场。开场，因为我们最近老师有点怪怪的。对。希望你带来更多美好的音乐给大家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我在等第二个康哥。哎呦，好会讲哦！最近这个在节目上这个常常被撩，非常受欢迎。真的聊到是我都傻眼了。第二个康哥，那有的慢慢等啊。好，来请坐。谢谢。嗨。哎，还有卡哇伊耶！哎呦，哇塞，哇，大眼睛！哦，今天请来的来宾是这一位，喂，他比较抢戏吧？这位没有打马赛克的故事，龙虾妹啊，他是很虾的意思还是？不是啦，这是给那个封号嘛？对，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件事情去。吃龙虾、买龙虾或之类的，或者是可能是海产摊老板的女朋友，有吗？哦，这老板豪迈哦，你看他的脚站在那个他的海鲜上面，他站在拉阿上，拉阿哥啊，他是拉阿哥，站在拉阿上。对，来欢迎 Yubi， 欢迎 Yubi， 来来来，欢迎，我好瘦，好瘦，
Ruby， 请问您是什么星座的？天秤座的。可是你为什么会是格斗馆主管啊？啊？格斗？你是馆长的第一对手？不是。格斗馆的馆长，你这样是馆长哦？不是啦。你是出资的人？你是柜台？你是店长吧？我是行政的。哦，行政啊，够正，负责管理，对对对，管理哦，主管是管理员，哦，主管不是管理，管理阶层的。是是是是。OK， 你当初为什么会被叫龙虾妹？对啊。因为我那时候是去想说帮家人庆生，然后就想说去海港买个龙虾之类的。嗯，那在哪里啊？是在基隆。基隆，基隆，对对对。买一个龙虾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我就请老板帮我拍照，因为那时候是我觉得这个龙虾很多颜色，我觉得它很可爱。七彩龙虾。嗯，对对。然后我就跟他拍照，结果老板去 po 那个爆料公社说想要找一下我，然后说找到的人可以送两只龙虾。哇塞，龙虾！你对老板你惨了。我们六个会轮流带他到现场，哎，两只拿来，然后哇塞，突然再换一个。那老板就是后面那一位吗？是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哦，是是，真的有人去换吗？没有，已经被对，已经被抢走了，太快了。而且那时候连我妈妈都讯息我，对，说，哎，我的龙虾呢？说好龙虾在哪？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跟你去找那个老板买龙虾，我们可以免费拿龙虾吗？可能会看在你的面子上。不可能，不是不是脸大就可以买的龙虾，不要钱。这事情也过太久了吧？你那个龙虾妹是多久以前？多久前的事情？去年的。去年。去年。去年。你意思说他老了是？不是我的意思。哇，你这么满伤了。没有了，我是说这太久，老板不会理你了。带他去，老板不认了啦。对呀。对呀。不会给龙虾了。你小时候有一个绰号也跟海鲜有关，是什么？我小时候叫蛤蟆妹。蛤蟆妹。蛤蟆。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蛤蜊，那种炒蛤蜊，我觉得超好吃的。炒蛤蜊，对。然后我们家的人都叫我蛤蟆妹。蛤蟆妹，哎呀，蛤蟆妹长大变龙虾妹。对，就都摆脱不了海鲜。升级了，嗯，吃海鲜就吃对。蛤蟆还好，对，吃鲍鱼就吃鲍鱼。那很贵啊。对啊。哦，那个爱吃鲍鱼不得了。鲍鱼妹也很好听，真的耶。鲍妹还也 OK， 鲍妹可以。鲍鱼妹就对。不是怪怪的，请问是海胆妹也很怪啊？海胆带刺，可是新闻记者让你被网友炮轰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那时候就某个采访过来，然后结果他给我拍的照片就是很反黑，就有点死人黑。嗯，好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因为他的标题是十年来最正，他就说：天哪，你是这十年都没有看过女生吗？就很惨。所以记者被骂还是你被骂？我被骂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对啊，对啊。今天看到真面目，真漂亮。是，就是在这十年来会主动去海边港口买龙虾的，徒手抓，最正是，真的是超孝顺。哦，超孝顺。不是。你会打拳击格斗？对，我会打拳击。你等一下可以来打一下。你是健身教练？对，我之前是健身教练。哦，你还真的会打？对，我刚刚说你是行政吗？行政，我们的教育训练很重要，教育训练也是要我们自己去打。哦，你要会懂。对，我们要懂。可是你啊，你看起来你的这个身形这么。纤细，对啊，手臂很细。你会不会打我们，然后自己手断掉，这样我们赔不起。对啊，我们几个都是很厚的，所以你是想要被他打打看？没有，怎么可能是我？一定是张立东啊！我知道他们一定是技巧，技巧取胜，打点攻穴位那种。张立东专门走技巧，对，而且张立东最不怕肘击，对对对，戴手套然后肘击，鼻梁来来来，做的，我就被打而已。也可以不要，不用啊，不用要那干嘛呢？对呀，是这么纤细，对呀，对不对？我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那个左手要不要？不是打脸，我说先，你就套招嘛，讲好左手右手左手嘛，这种。我们立冬，我们立冬是专门是跟班杰在对抗。对呀，班杰打他都不痛的。有没有一个顺序要先？一是右手嘛。对，右手；二是左手，不一定，你随便，你按怎么打就怎么打，随意出，对，腹部也可以，对，随意随意，一二开始，一二一，一二一二，太弱了，全力吗？要带那个，带他不用啊，不用，不用，而且不要钢铁人，就脸啊。脸一二一啊，五零打脸的，不用怕，不要一拳啊，这样子。
不是心脏的脏。哦，我没有心脏的。预备，一二三，太极，用力，太极，太极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啊！哦，不行。啊，你这样是几层？三层而已啦。几层力？几层力？我不敢打了。你看人家，那你带个手让他打开。好，来，预备，起，这用力。哎呦，声音不一样哦。哎呦，哎呦，这种太性感了。怎么打？对对对对，这是战术吗？小心，小心。哇塞，哦，美人计，美人计。哎呀，这个谁都倒了吧？哦哦，我又有有。哎哎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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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你看，哇，这种肩带滑落法，滑落法，肩带滑落，肩带滑落法，所以馆长在馆里示范就穿这一套就对了，就是我们等一下播只会播到，哎呀哎呀，肩带滑落，我们就对，太厉害，现在有男朋友吗？现在没有，男朋友需要也是这种格斗的吗？要要要，对，要会跟我一起。格斗，对，因为我喜欢健身方面运动，对对对对对，要可以一起练。只健身不格斗可以，暴力一点也不行，就一定要拳击就对。也是可以啦，只健身的话。哇塞，对，哇，这样不好找哦，运动型都要在他们的这个健身房里面格斗室。他以前交的男朋友都是那种什么柔道儿。哦，柔道，柔道都有柔道，没有，都是高高壮壮这样。是哦，你最矮你可以接受到哪里？不要比我矮吧，我已经。你曾经教过最矮的是张哥，不要踮脚了。没事没事。如果他180，然后很壮的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像馆长那样，你可以吗？太大。我对，不会太大，对，怕的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好，谢谢，来，请坐。哎，哎，哎呦。哇塞！哎呦，这个也是哇，健康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哇，好健康哦！哎，他那个坐垫是刚好是，是进去，那是借位还是叠？那是坐的错位还是叠？对，那是还是顶的错位啦！你在想错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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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融业副总啊！啊，金融业副总，哇，欢迎你安，欢迎你安，哎呀，你安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嗨，你安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照片看起来人好像蛮高的哦。没事，脚踏车。哦，脚踏车。小孩子的，了解了解。是小孩子的。哎，不是，您是金融业副总。对啊，因为现在有就是开就是金融业的投资公司，就是区块链跟投资的公司。OK， 那怎么爱上单车呢？是因为坐垫吗？还是？运动要静音耶，坐垫要坐垫不舒服，骑起来屁股很痛。对对对，专业专业。以前很喜欢骑单车，非常非常喜欢骑，然后自己收藏了大概4台单车，然后后来就想说，那就干脆自己也是开一间单车公司，就是手工单车定制。手工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。是大家就全部的配备呢，都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想法，喜欢的来组装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请问一下，这样一台拼下来要多少钱？拼下来基本上大概都10万左右了，然后当然有更高，有的人直接配到50、100，我都有听过。哇，10万，一台脚踏车哎。所以那你这台脚踏车那个椅垫是特别的吗？这么长，只是刚好角度，角度，因为你可以就是依照你自己喜好的臀型来选坐垫哦。对，哎，这个把手也很特别哦。对，这个是弯把，弯。这个有点赛，这个比赛用的吧？对对对，因为这个是公路车单速车，那单速车以前就是在场地比赛用的车子。对，那你这张照片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。对，因为这张照片就是蛮热门的，之前像是中国、还有那个日本、还有美国都有网站上面放了这张照片，是，就是单车的网站。你当初怎么会拍这张照片？是为了promote单车？对，那时候刚好就是帮就是单车的形象做整个就代言，一起包起来这样子。哦，你有人这样骑单车吗？深入人心啊。哇，你这样骑单车，所有旁边骑的男生都跳过来。在美国的确很多人这样骑单车，是是是，对对对，尤其这样骑，通常都是上坡了，在家里的时候离开坐垫嘛。哦，对，因为他站起来用力，对对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你的朋友应该都很喜欢单车。之前其实身边的朋友都蛮懒惰的，然后就是肉松松的之类的。然后啊，就是我自己开始骑单车的时候，就是爱耍帅嘛，就是 po 一直 po 一直 po， 所以大家就开始会问我，然后问我之后就。朋友陆陆续续也买了单车，然后后来有朋友最疯狂的是从
过年从台北直接骑单车回高雄这样子。啊，回高雄吃年夜饭。对。哇，骑回去都吃完就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，因为马上上班了。骑回来初五了。不会啊，你看那个谁，柯文哲、柯市长，他不是一日双打，那蛮厉害。跟他一起骑，蛮多也是自己的朋友。哦，对，那你做得了一日双塔？我做不到。可是你因为从信义区每天来回淡水巴黎，哇，长，很远呢。对，那你的膝盖受伤了？膝盖会受伤，因为其实这个是单速车嘛，它其实是不能变速。哇，好累，上坡累，哇，非常非常的累，所以在那种上下坡的时候，真的是生不如死。生不如死。对，这真的只能是站起来骑，是真的。可是这样骑。腿不会粗吗？还是会啊，所以就是每天就是变瘦。那你不粗啊？好细啊！要按摩哦，要按摩，要按摩。我按摩很大力，我会这样直接这样重。或是自己按吗？对，会自己。需要帮忙吗？会抹油吗？不会。而且你也很喜欢晒太阳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蛮喜欢晒太阳，喜欢去就是行光合作用的感觉。不是因为你晚上骑单车的话，跟白天骑当然不一样。白天骑，毕竟视野很好。对。以前我们也常骑，最近比较少。晚上少骑了，对，晚上其实有点危险。骑一骑，你本来一个人回到家变一个车队，对，好恐怖哦！你这什么主意？而且穿的是古装，那我们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单车？哦，我有带来，很厉害，今天是朋友，看到不是。你们红酒这么大一罐器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这样在开红酒？这个其实要特别介绍一下，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，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脚踏车的变速器的公司做的。那它以前呢，其实就是它的意义就是脚踏车队胜利之后要开香槟庆祝。哦，香槟啊！他们是最开头第一家做的，历史最悠久。对，所以就是开香槟，不是开红酒。对，开香槟的。我还想说这个开酒，很熟悉。边骑还就没有放双手，边开香槟的。这跟骑车有什么关联？对，脚踏车队员是很拘意。所以他那个开香槟那个是纯金属的咯，纯金属，真的，很重的吗？重，有质感，有质感哦。这个大概开20000不会坏。对，而且他刚才讲就是获胜的时候要开，对，所以他一定要开成功。对对，不能开个啊香槟木塞。这个大概跟香槟网的价钱是一样的。哇，这么贵啊！这么贵的，而且不太常用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很少获胜，第四名不能用，生气。可是香槟不是木塞用开了吗？喷的有很多种。哦，康哥专，他至少这个可以防它万能的，万能的。对，这外面有在卖吗？这个就只有就是这个脚踏车的品牌。那个牌子做的，比如说哈雷也会做一些有的没有，属于自己的啦，特色的。对。那请问这个坐垫现在厉害在哪里？中间有通风喽。这个坐垫它是皮的，对，它是来自英国品牌，它是真皮，而且这个品牌已经超过150年了。哇！然后这个坐垫最厉害的是，它可以就是你的坐久之后，它会依照你的臀型而变形，慢慢变形，对，它变形会变成你的臀型的，因为是真皮的关系，真皮，所以中间开洞可以通风，这样是其实也是可以通风，而且这种这种配各种车型都可以，你对那种比较这个都市车也很漂亮，有点复古感，这有点复古感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牌子就是。这个吗？这不便宜，就是也是跟这个差不多，还好，比它便宜一点，比它便宜一点。那先拿到先赢了。那这个安全帽是特别的。这个安全帽我要可能要麻烦，因为这个安全帽它其实是新的折叠式的啊，折叠，对，所以它可以，这样子。哇塞！然后你就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面带出门。它好酷哦！折叠安全帽，那它的安全性还是 OK 的。安全性也是非常的好，因为这个的价钱也跟这些都差不多。又一支香槟吗？对，帅哦！对，你把它弄坏了，你知不知道顺序啊？你开开，开车。哦，好，买十个陪你啊。哦，这个再往下这样。哦，这样很快哎，很好操作。哇塞，那你带这些装备来，没有一点经济能力的还玩不起哎，所以他才说就10万起跳了。其实最贵的还在这边，这个是它这个对这个怎么说？这个它是三刀轮，它是碳纤维轮，它非常的轻，对 carbon， 然后它真的很轻，非常的轻，它只有780克，不到一公斤。对，不到一公斤。这个大概单价多少钱？单价大概40000块，哇！对，就这样子，它三刀人，
三刀轮，这个是还没装胎嘛的？对，还没装胎，没有还没有装胎就这个价钱。哇，这个都可以拿来当飞盘了，好轻哦！我上次看过一台连结车的驾驶盘就是这个样子，蛮像的。对啊，他就是买这个单刀轮。因为对，因为通常这个有三刀、五刀，或者是就是整个是盖起来，应该大家都看过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这好看啊！这个真的是这个，我看这个起初要特别小心，纯碳纤维的。对，但是它的受力其实非常的好，不容易断。嗯，传说中你的车来了，这一台就是拍照的车嘛。对对对，把手你又改了，变牛角。对对对，就是不一样的风格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。是这个吗？这里。哦。这全部都是自己定。这是单速的。这是单速车，然后它是钢管车。钢管什么意思？一边骑一边跳。它的车架，这个车架这边是钢管，那有的人是铝车，那有的是卡蹦嘛。嗯，脚踏车就是这三种材质主要。对了，钢管车会稍微重一点，重量会稍微重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就是以前早期人家比赛的车，不过现在都已经改成卡蹦。对，因为现在很多脚踏车，你只要抓到它的那个重重量，单指就拉起来，就拉起来。但是它有点重量的，硬拉。这台车大概7-8公斤了，然后这个钢管车啊，这个钢管其实蛮厉害，就是它是很有名的那个鸽子牌，可能有骑单车有骑车就知道。你这个轮胎应该是没有内胎的吧？没有，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他们这种哦，专家骑出去，哎，你有内胎耶，特别嫌弃。是就是画面上那台嘛，那个照片那台，是，可是他把手又改，那时候把手跟坐垫其实又改，坐垫改过了，本来没那么短。他本来那台坐垫在这，那他现在可以跨上去拍张照吗？就是原封可以吗？可以拍，可以啊。好，同一个 pose， 你看，哦，预备起，预备。就一样哇！你看腿这么长哦，哎哎哎，有，对了，一样哎，哦，一样，哎，一样了，哎呀，有再活泼一点，有了有了，哎，站我，站 ，OK OK， 好棒哦，很好，副总厉害，这种骑起来哦，就是身体好，对，哦，就是身体健康，这几年可能比较退烧一点点。对，前面几年哦，我那个脚踏车，我的老天爷，是真的哦。假日那个提到假日，提防外面塞车，全部都在骑。以前大概一个月应该可以卖个30-40台，可能都可以。哇！可是现在大概一台都卖不掉。哎，不要这样讲，这还是有就某种程度的饱和了。对对对。希望这个单车的运动大家不要忘记。因为台湾很容易一窝蜂，可是这种对身体好又健康的活动，持续要持续，对，不要忘记它。带着小朋友这样亲子骑很棒，很好很好。对不对？又可以看阿姨在旁边这样，那是你在看，然后都不骑这样，对啊，一直摆，对，一直摆。阿姨在，我在等人。阿姨已经2天了，没关系，她3天才会来。之前潘若迪也爱骑嘛，对对对对对，绝对不要跟她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很高调，她真的很高调，她很高调的。哎，小高奇怪，哎，哎，妖我，妖我，妖我，是以为他在骑马。谢谢麦麦，谢谢。看到今天大家都有疯狂，所以说希望在这个最近的日子里面，我们自己都可以给自己创一个新的封号，好不好？那个让我们更上一层。好，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。